度过开心的一日休假后，没想到隔天因为是平日，客人数锐减，让社长李瑞正超心急。손님왜이렇게없어주중이라고이렇게다르나아아미치겠네왜이렇게많이튀어났대또아씨닭이요닭왜이렇게많이튀어났어근데저거나가면금방나가요아니손님이너무없잖아오늘아니야이따또오실거야없다고얘기하지마요 근데어제분명히많이올거라고준비많이해놓으라고해서많이해놨더니많이했다고뭐라고하시네员工们看似遭殃，但在这情况下，乌嘎好兄弟们还是颇享受的。尤其太狠的乐天举动，更让社长无话可说。주스가안팔렸어오늘두개팔렸어세개근데내가네개먹었어근데내가네개먹었어그러니까그러니까너가주스마시는거해야돼알지주스를마셨다고네제가주스좀많이마셨어요 너무목말라가지고 잘했어너무목이말라가서주스한4개마시고주스한4개마시고